膝盖疼，连带着整条腿都难受，甚至呢下肢行动都僵硬，你就不要再浪费钱了。我只教你一个方法，如果你膝盖疼痛，蹲不下站不起就用两次，如果你偶尔膝盖疼就用一次，满意了请你告诉10个人，不满意请你告诉100个人。我不会让你乱用东西来调理，我只会告诉你一个在家就能轻松调理的新方法，就是这个膝盖小葱瓶，只需轻轻一喷，精华成分深层渗透，缓解调理膝盖问题。如果你也被膝盖问题困扰，哇！你们是真的不想要这个福顺堂膝盖凝胶吗？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如果你膝盖针扎刺痛，连带着整条小腿都有疼痛麻木的感觉，不要再拖拖拉拉不重视了，试试这个专攻膝盖的小棕瓶福顺堂膝盖部位型冷敷凝胶，每晚睡前一喷，精华层层渗透至膝盖疼痛深处，简单方便又好用。如果你还在饱受活动咔咔响、弯曲不便、上下楼艰难的困扰，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。